活了22年还没摸过男生，我不信。真的假的？我网恋的男朋友他也不相信，我把他约到我家里来玩，他就是不肯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一定要帮我把他约出来。我们尽量，好，尽量。男生应该要来了，赶紧赶紧赶紧，照一下。哦，现在家里有人，家里有人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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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死了，我紧张，我不敢去了。好好洗空调。陈哲，夏怡，是你？不能是我吗？这可是我家。那这些是？都是我朋友啊。都是你朋友？嗯。穿个鞋套吧。哎，不用，直接进就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陈哲，你本人比照片更帅一点。没有。你不想我吗？我都想死你了。我还是先洗空调吧。那我之前找你，你都不过来。我这不是忙吗？那我昨天给你打电话，你也没接。我手机坏了，今天才修好。原来不是故意不理我的。是啊。男生，现在旧手机回收特别划算，推荐你去转转 APP 这种靠谱的平台看看。我就是转转老用户了，我那台苹果11都卖了2000多，几次体验下来都挺不错的，下个单就有人来收，关键回收价很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总之听我的，回收平板笔记本摄影器材去转转就对了，换手机还能多省一笔。回头我给你买一个吧，这样你就能无时无刻给我发消息了。哦，你看你现在头发乱的，你先去洗洗吧。不方便吧？这有啥不方便，都是我男朋友了。我给你拿毛巾。这边这边。对。哎哎，你这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给你递毛巾啊，你别害怕。你刚才怎么进来的时候不说一声？那里有帘子呀，我只是给你递个毛巾而已。接下来我们玩个挑战呗。可以可以可以啊。挑战就是隔着扑克牌亲亲10秒钟。我可以。你可以吗？我也可以。对，准备好了就开始吧。女人的手在干嘛？走前上啊。